因为有刺客，我要带大人去躲避。他们是逆贼，抓起来！于达是大将，听说正在密谋造反，崔莹将处以最残酷的刑罚。这一切都是陷阱，没有可以救他的办法吗？干脆让大人您重登王位如何？你现在被冠上谋反的罪名了吧？我们不能一起走吗？到天界去，跟我一起。永德虾红素叶黄素神医。